哎，黄先上了，黄先上了，哇，这么早就上钩了。西门町招神黄健学长啊！哇哟，感觉头都快折断了。水瓶耶、yeah! 水瓶座水瓶座，那我体会到什么叫曙光女神的宽恕啊。水瓶座水瓶座 go go go， 水瓶水瓶，他射手座的啦，水瓶耶、yeah!正大六，这个最不爱六，可是最强的男人呐、啊！我们的文化招神对上我们的政大战神来 judge， 我倒非常难做决定，可是呢还是要大家还是要做出 judge。 judge 1 2 3，好，平手耶、yeah, 第一场就平手了，再次说一次哦，要超出五票才算赢哦，要超出五票才算赢，这样算平手。 OK DJ judge B 第二场，快水平水平，看不下去，先攻了。待会他跳完，你们不出就直接判了哦。是一首 house 音乐，可是他完全不管，非常的 freestyle。把妹学着点，看人家放得多开啊！
造成双方都非常困扰一首音乐。1、2、3。好，恭喜我们的天平获胜，耶、yeah, ！下一分。好 ，DJ 转的 B 一瓶。天平先攻。哎呦，王一阳哦。IP Rock 王一阳，文化的 Rock 代表啊。哎呦，王一阳自由，不错不错。哪一边呢 ？Judge 1、2、3，好，恭喜我们的天秤座。第四场票，你们先出，赢得出，赢得出。哎呦，哎呦，呼声很大，可是我不知道他是谁参赛。啊，萝卜，耶、yeah ！水瓶要加油啊，已经被下两分了哦。又是一场拉克的对决，好，什么是 bug？ 好，不重要。好，来 judge 1、2、3，恭喜我们的，还有水瓶获胜，耶、yeah, ，2-1。
好 ，DJ drop the beat。好，又有学长，又是一个拉克，哇塞！哎呦，这个拼，这个拼，这个拼，要你的脸了。哎，做个 star and go， 做个 star and go。好，3, 4, 2, 1。哎呦，人大任务上篮球了呀！你不能忍啊！哦，文化武士最爱使命的男人。够打击，够够够够够打击，够打击，够够够够打击，够打击，够打击。水平对天平双平对决，现在是2-1。究竟是我们的天平能够直接获胜，还是我们的水平能够继续 OT 呢？ Judge 1, 2, 3。 Oh yeah， 恭喜我们的天平获胜。